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士林管理酒店，我是甜点厨师 AS， 今天教大家雪白马卡龙。在打发蛋白过程中，尽量可以以钢盆45度角，让容器里面的东西可以倾斜在同一个地方，使用左右来回的方式来搅拌。做法很简单，欢迎大家在家里试试。